大家好，我是陈峰。今天我们这边生了一头小牛犊，刚刚生的，现在站起来了。现在我要在这两个小时之内，要看它喝到出乳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看一下这一栏全都是怀孕母牛，发酵床放养的。出生20多分钟就能站起来了，这小牛还是很健康的。产前2个月公胎，加强营养。哇，站起来！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